画完了去。哦。喂。他不是我要干啥来着，我换个袜子，忘了，换个袜子。找一个换上，找一个有眼就能看出来是穿了的，找个啥花纹呢？蓝色儿太稀奇古怪了吧，好看点的吧，啥新潮的呀，啥玩意儿，有眼就能认出来的，没纹是啥？也没纹，就这个新桃儿，看不到啊，那能跟你一起看？闹呢？那是你付费也看不着的东西呢。人呢？人呢？人我在换衣服呢。给看我就没了。都是兄弟，你居然嫌弃我们？去现场看，真的假的？刚刚说是有一个大哥要来找我，真的吗？都是兄弟，怎么了？怕什么？你们去照看你们的兄弟去好了。昨天我听到一个小姐姐说，我有兄，你有弟，我们加起来就是兄弟。当时我就震惊了，这怎么这么溜啊，这小姐姐？在地上呢，没穿。等一下，小学的歌我真没听过，我第一次听。今天穿的衣服绳子有点多，老卡里面。摄像头不是你们看着的吗？好，可以换鞋了。跳。哎呀！现在啊，就从这个地方，这儿，这一二三四都可以调。1、2、3、4都可以挑，黑色的、杏色的，还有这个铆钉的，还有这个毛毛的，都可以挑。这边是我妹的，穿不了，穿着不舒服啊。哎，快，我要穿鞋出去了，因为我老板又催我。啥？穿黑的、毛毛的，
唱我妹的，毛的，华伦天奴的，你妹呢？我妹不在啊，我妹上班呢，还是毛毛的，那就还毛毛的，行吧，毛毛的，我现在穿的也是毛毛拖鞋，从没跟换成有跟了。门还锁着呢，哎嘿，打不开。明儿可以去上班去，油量，我这不是油量，我这是新淘的，你们要油量的吗？我不想套两层呀，你们想要我套两层吗？点到20000赞，好吧，20000赞，现在200多人，很快20000赞，我再去给你们套一层油量的。门锁好怕，你们进去吧。刚刚有一个大哥说下午要来找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不知道是不是大哥啊。凯迪拉克怎么办？凯迪拉克现在是，20年20款，19万多哈，2万多公里，原版车况，原厂车漆蓝色的哈，19万多哈。那就点吧，20000去套，好，20000哈。昨天那双臭了吧？是的，臭得很，臭死你啊！点到20000赞哈，宝贝们，20000赞啊！衣服放哪儿呢？我把衣服放里面去哈，点到20000赞哈，20000赞，我再去给你们套一层去啊。没看见，我的手机不小心砸了一下车，吓死我了！万一砸个印子出来咋整呀？大哥不要了咋办呢？是吧？大哥，眼镜别穿脱凉拖。安公公说像话，我说像话，怕有的直播间的那个粉丝听不懂，因为他们有的不是信仰的，不像那个小秋天，他的大部分都信仰人都能听懂。我讲西洋快，那个一讲快，他们完全听不懂。凉拖特不大，是吗？那你们不让我穿毛毛的吗？广东话、西洋话跟阜阳话差不多都一样。我是怕有的人听不懂，因为西洋话就是怎么讲呢？我在郑州上学的时候，他们就说好多人就听不懂，就听个新鲜可以，听时间长了听不懂的。扎起来，快动动小手哈，宝贝们，一起点点赞哈，点赞到20000啊，点赞到20000，外面再给你们套一层油量的，好吧？点赞到20000啊，套上一层。其实我不是特别乐意去给你们套，因为啥？因为穿两层很勒，勒肚子，你知道吧？勒肚子。你们要觉得能听懂的话，那我可以给你们讲闲话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请进直播间的哈，先把我的这个关注点上，然后咱们一块把赞点一点哈，点到20000赞，我可以去给你们套一层你们喜欢那个油料，都比如说这个碗子不是小锦涛的嘛，外面给你们套一层亮亮的，不管套肉色呀、黑色呀，反正肯定是亮的，但是白天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我还是提前给你们讲了哈，我先讲车，你们先点赞哈，我讲车不听，你们点赞不听，再套不好看了。把上衣也换了，上衣我去哪儿？我天天我太难了，我一个卖车的，不是换这就是换那，不是换这就是换那，太难了啊！整的我，这事儿不咋地，那等着看明天的吧。要不你要觉得今天不行，那就看明天的吧。一天我穿一身衣服就算了，我还穿好几身，我换好几双鞋，换好几双袜子。
怎么像天津口音？是的呢，换身衣服买车，我要换衣服你不买车咋整，哥哥啊？天津为骗我，你们觉得骗我可开心是吧？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新进直播间的宝，先把主播的关注点一点哈，先把主播的关注点一点，点赞到20000，我可以去给你们套一层油量的哈，就你们喜欢的油量的，我也不知道为啥你们喜欢，而且在我家的还特别喜欢那种我家穿的那种双层的，都啥癖好呢，宝子们啊，老色批的癖好吗？是不是？啊，是就打个是。买车送主播内衣，送不了内衣啊，宝可以送衣，送不了内啊。有揽胜没？暂时没哈，咱家现在是路虎系列的都没有哈，路虎系列的都没有，有这个汉兰达、奥德赛、沃尔沃、凯迪拉克、本田、大众、奥迪、奔驰，还有啥呀？好像就这几个品牌吧，剩下的要么在老店，要么就是咱店还没收着哈。要不换油量，别套两层。油量你其实你要是直接看你也看不出来，我也是个黑色的油量。你们要看黑色的油量吗？我就提前问你们一遍啊，是要纯黑色的油量只套一层的，还是说外面再套一层肉色的那种亮亮的？如果要你们选的话，你们选哪个？选一还是二？一还是二？只给一次机会哦。选完之后，一会儿点赞到20000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换了，好不好？一还是二？二是套两层，第二层外面给你们套亮的，一是外面就只有一层黑色的油亮的，只有一次机会哈。这是 CT 几？我旁边的这个是 CT 四，哈，宝贝们，凯迪拉克 CT 四，这个 CT 四是2020年20款，跑了20000公里，现在是19万一点点哈，19万多一点点，首付50000就可以开回家的凯迪拉克 CT 四，凯迪拉克入门级的。车型哈，入门级的车型，操控性贼好，而且咱家是原版车况哈，原版车况，这个车现在，可以随时让你们试驾哈，可以随时让你们试驾的。洗完真皮，鞋子不好看，奥德赛看看什么价格？咱家的奥德赛哈是2021年21款，跑了10000多公里哈，现在是21万多哈，21万多，在这里啊，奥德赛。这是咱家的奥德赛哈，是个黑顶白底啊，黑顶白底，现在是10000多公里，呀，拍到老板了，这个奥德赛现在啊26万多，然后这是我的车，这是我的车啊，路上看见我的车可以跟我打个招呼的。然后看完那个奥德赛，我们看旁边这个雅阁，对，是混动的，没错，混动的啊。刚刚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二的选项比较多，二的选项比较多，就是说外面再套一层，是吧？外面再套一层。来，你的是什么车？我的是林肯大陆啊，林肯大陆，林肯大陆顶配的啊，真的，你开林肯的都是享受级的，真的超级享受。因为啥？因为我那个车4门5座，但是4门4座全部都是带座椅按摩、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啊，而且是。独立控制，独立控制的。说车不报价，生意做不大。说了呀，我哪个车没报价？我哪个车都报了呀，宝子。那个奥德赛是26万多，说了的。咱家写的是26万9，但是主播有优惠哈，主播大概给你们就是26万5的样子，26万5、26万4都没问题。而且主播个人还私自掏腰包哈，给你们送一箱油，送个保养。送油送保养，宝贝们，希尔人买车舍得花钱，看一下我的车，看我的车干什么？你要买我的车吗？那能是你想买我就卖了吗？就不卖。因为啥？我对我的车有感情了。几点开播的？3点哈。奥德赛什么版本是吧？它是2021年21款的哈，2021年21款的，它是个中配的，中配的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不卖是价没给到，也不是，主要现在还没想到要换车，等到我想换车或者有喜欢的车型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换呀。现在没有特别喜欢的车，咱家又是个卖车的嘛，啥时候说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车了，我再去换啊。
近水楼前先得月呀，对不对？就比如说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得先离某些人近一点啊？你再不近一点，你再不刷个脸熟，那我能认识你吗？是不是？兄弟们天天都按时来看车，是的呢，是的呢。看咱家这个雅阁哈，咱家这个雅阁，我昨天甚至于前几天一直都给你们报错了，它是18款19年的车，我一直说的是18年的车，它是18款19年的车哈，19年的车，现在跑了5万多公里，16万多，一直都报错了，是我的错哈，是我的错，我的疏忽，工作疏忽，没有给你们讲清楚。这个天气，妹子确实比较拼，还行呢。我们这儿现在啊，就外面已经20度了，外面已经20度了，有的男生就已经穿短袖了哈，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冷。包括我们外面的老板就穿了一个衬衣，里面啊可能有个秋衣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男生火力比较旺啊，他可能就一个衬衣。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点赞到20000哈，我去外面给你们套一层肉的，白的，套个什么颜色呢？我的白的还是那个破洞的，就你们经典的那个脚也破膝盖也破的那个，想看那个的话也可以选择让我套个白的，那两个都是油亮的，肉的也是油亮，白的也是油亮啊，两个都是。王祖林每天不重样的，重样啊，我这衣服不是来回搭吗，搭小裙子不一样呀，没钱买新的，太可怜了啊。然后前两天不跟你们讲这个同价位的16万多的，不还有一个迈腾吗？在咱家那儿，还记得吗？那边的，但是那个迈腾好像卖掉了啊。昨天就不是开去试驾嘛，好像就卖掉了，现在已经不在店了啊。迈腾卖掉了，想要同等价位的，我当时还说迈腾和这个雅阁你可以选一选，迈腾昨天卖掉了。迈腾也是19年的车，19款7万公里，16万多。这个是18款19年的车，16万多。但这个也是非常保值的哈，也是非常保值的。袜子不重样呀，提车送哈，提车送，提车送，而且给你们外地的粉丝宝贝们包路费、包邮费、包吃包住包玩、包过户、包上牌、送强制险、送不过分的主播的私人物品，提车成功之后送你上高速。如果你是单身未婚小哥哥，还送你单身未婚小姐姐的联系方式，送的东西非常多。如果说你是从主播手里提的车，主播个人的私自掏腰包给你们送一。送一次保养，送一箱油啊，20000了是吧？这么快吗？你们这单身十几年的手可是没白练的，这个手速相当的快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新进直播间的宝，我们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哈，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我外面套个白色的还是肉色的？刚刚说的，套个白的，是不是？把这个自动跟随关上，一会儿换衣服他跟着我可坏菜了，让你们啥都看见了，那能行？那肯定不能行，那指定是不能够啊。肉色的，外面套个肉色的油料，那我就套我这个，你们都说我穿好几天都臭臭的。能行，你们一天天的是真坏呀，坏。看一下样子的鞋子，等我穿好吧，我现在没时间管你们，管你们的这个眼睛。实话实说，这没把你们当外人啊，确实有点臭，不能闻。哎呀我天哪，我以为女生的脚不会臭呢，原来连着穿2-3天她真的会臭。之前我看网上有一个说，实际上女生的脚比男生还要臭，那说的是真的呀。
什么？不是刚说穿着毛毛鞋吗？还换吗？还换吗？什么买车都送啥来着？主播能再说一下吗？只听了一半。好的，一会儿出去跟你再讲一遍，好吧？还换鞋吗？如果不换，我就直接出门了。换不换？换哪个？送不了内衣啊，只能送衣，送衣服的衣啊，内可送不了。换哪个？我不换袜子，我刚套上的。快别闹了啊！我现在穿不得这个毛毛了吗？还哪毛毛？还哪毛毛？去哪毛毛？这出去才能看得见，你们真的是一会儿我烦死了，就这个吧。事儿真多，那事儿是真的多。一千人有一千个想法，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你们要这样，你们直接定这个女朋友好了。你想让女朋友穿啥就穿啥，不想听你们的了。海王开播了，我哪点海了？我海谁了？你告诉我，海王，你是第一个说我是海王的。问题是女朋友没你听话，那是因为你没有调教好啊！你要对你的女朋友用你的超能力啊，用你的超能力。什么？胸衣，胸衣送不了。你天天想的是真，我真是无话可说哈、啊，无话可说啊！看那个红色的咱家的奔驰哈、啊，咱家的奔驰是2019年的车。然后改款奔驰 C260L 啊，改款奔驰 C260L 现在是26万多，26万多哈。什么呀？感谢你什么的送的那个，我帮你叫啥了？我知道你。等会儿我把这个号切回来，我就知道是谁了。稍等哈、啊，稍等，给我切过来，不然我看不见你们的名字。等我 ，baby 们，老 baby 们，欢迎做你的猫，买车送袜子吗？送的。换鞋，刚刚不是你们那个啥要求我换过换那个毛毛，我刚穿的不就这个吗？就没换。这颜色多特别啊，去哪儿找这种颜色啊？你宠我，我宠你，是吗？我头发老歪呀、啊，是我头长歪了吗？我头是个歪头吗？难道我头歪了吗？这啥袜子？特别吧，特殊吧，没见过吧，没见过，留在这儿，我慢慢告诉你这是啥袜子啊。先把关注点上哈，先把关注点上，宝贝们，这是咱家独有的，咱家穿的是两层的啊，两层的。一般总穿两层袜子，是因为特殊，是因为特别，这样就能让你们一下就记住我了，记住我，王瘦瘦，为啥？因为我特别，好了哈，啊。主播是哪里的？河南信阳的哈。讲完这个奔驰哈，这个奔驰是，哈，哦，这又不过来了，我没开呀。盒子我刚刚没开，我在那儿绕半天。两层就不是超薄了，咋不是超薄？一样超薄呀，薄得很呢。这还不饱，我可以三天不吃饭不喝水，但是就是不能一天不看你的视频，真的吗？主播信阳哪里的？欢迎小胖胖，我是信阳市的啊，我家住在阳山啊。今天就是有一个我们阳山的，从小我都认识的一个，那个时候不能算网红吧，就只能说我们阳山人都认识他的一个店主来我家这儿看车，
还不确定买不买，可能你们也认识。现在我直播间有没有住在阳山的信阳的粉丝？有没有？有的话扣个一，我看看好不好？有没有住在阳山的信阳的粉丝？信阳的，阳山的。我跟你们讲，今天来我家的是谁哈？欢迎新市，你家铁路上的，你咋知道呀？我家大部分人都铁路上的，确实都是哈，确实是。我其实我也是铁路上，但是我不想墨守成规，不想在那种地方上班。我正常的我是被分到郑州高铁站的，我是郑州高铁站的，但是我没去干，我不想在那儿，就是一成不变的那种，只有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要搞个粉丝见面会吗？那倒不是，我只是想跟你们讲，我今天见到的是谁，你们肯定都认识。他在信阳市叫开了个卖热干面的，叫小猪孩热干面，知道吗？一般是阳山的都知道，甚至于就信阳市的也有认识他的，特别有名儿。小猪孩热干面，冻姐出道改直播了。别瞎说哈，别瞎说，我没有当过啊，我只是我们学校出来确实大部分都是在郑州高铁站，但是我没有，当时我就说我不想在那儿干，我就没有去，直接没有去哈。对，阳山小猪孩，他在我家刚过来看车嘛，看到那个奥德赛想买，然后说过一会儿逛逛，如果说要是没有那个合心意的，就把这个奥德赛给踢走。你也有名，有西关的热干面好吃吗？那必须有啊，好吃的很，杠杠的。我感觉我要是不减肥的情况下，我一个月最少去吃一次，因为我平常是早上很晚很晚起来的那种人，你知道吧？只有他家的热干面能够唤醒我，只有他家哈，只有他家，夸爆他家的热干面。今天显得腿比较细，可能是因为我穿了两层勒得比较紧，实话实说。看我这个啊，我做的这个黑色的啊，可以快递吗？快递没试过，我们平常要是带走的话，可能就是那种就让它不下，就不下熟的那种，不下面下熟的，然后直接带走的那种。欢迎十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榜啊。脚尖加固吗？是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榜啊。灰丝特爆狂，西关的可以快递，顺丰空运，真的吗？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它的好吃，就好吃，巨好吃啊。有没有写真呢？感觉腿突然变白了，不是腿突然变白了，是今天是特别特殊的颜色啊。啊，不是，你们就告诉我你们喜欢这个颜色吗？喜欢吗？还是刚刚那个黑色的喜欢？我觉得黑色可能显瘦一些，这个可能就是特殊一些，这个颜色是喜欢现在还是喜欢刚刚的？现在的还是刚刚的？刚刚是黑色的，只有里面一层那个小心桃的。喜欢哪个？现在这个好看？都说现在好看吗？如果黑的套在外边呢？黑的套在外边就跟你平常穿的那个什么，在路上见的别人穿那种假的肉在里面，黑在外面的那种假肉，透假肉的那个一样的，就外面就是一层黑的，没什么特别。只要你的我都喜欢，只要人好看，穿啥都好看。为啥穿两层袜子？是冷吗？不啊，是心里面有你们呢，不然谁愿意穿这样，是吧？啊，他那个黑色的啊，黑色的就跟我身上的那个是一样的黑哈。啊，我身上这个里面的黑色袜子一样的黑，不要理解错了啊。他这个奥迪 A6 啊，现在是2020年2020款的高功率的哈，45夸错动感型啊，对吧？45夸错甄选动感型哈，甄选动感型，现在是39万多，跑了4万多公里，原版原漆哈，原版原漆的奥迪 A6。这是光腿神器？不是的，不是的，啥就跟里面的一样黑？我说的是袜子里面的这个里面一层那个黑心桃的这个黑袜子一样黑哈。想哪去了？欢迎简单的我。感觉铁路的家属院都没地方停车，你的大路停哪儿？我现在我没有住在那个家属院里面，我搬家了，搬到阳山。我不告诉你，我能告诉你我住哪儿吗？你天天去堵我门咋办呀？啊，万一去堵着我家门了咋整呀？那可不能告诉你。
文艺天天的，谁知道有没有啥狂热粉啊啥的。虽然说名气不大，但是不能把隐私透露给你们呀。啥？我以为你说小嘴呢，嘿嘿嘿，这说的啥呀？我怀疑你在诱导，这不良。我一会儿我给你禁言了，一会儿给你踢出去了，小马哥。你要不能好好聊天，你就闭嘴啊！一会儿别人过直播间又疯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欢迎大明哥。王助理，你有锁骨吗？我有呀，我有呀，你看呀，你看呀，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感谢我是谁的小心心，我有呀，我有呀。然后看这个，咱家的本田的 URV 啊，不是冠道，它是 URV 哈。URV 呢，这个车非常非常的宽敞哈，非常宽敞。咱家这个是2018年的车，2018年跑了6万多公里，现在是20万多一点点哈，20万多一点点，首付5万就可以开回家，首付5万就可以开回家哈。啥啥啥？有油电混动的没？油电混动的，咱家现在有那个啥，奥德赛。其实还有一个，但人家车主现在不卖，还有一个叫做理想 ONE， 有了解过吗？而且它是那个 baby blue 的那个颜色，理想 ONE 啊，理想 ONE。下又掉了，对，就是理想呀，我说的就是理想 ONE 呀。欢迎火火的小弟，是二手车吗，主播？是的，咱家就是二手车哈，二手车，咱家主做的是3年内的精品车，车况好啊，年限近，公里数小，精品车哈。如果说是事故车，咱家都不收的，咱家是主做精品车哈，主做精品车的。理想介绍一下，咱家这个理想是我朋友寄售的，他暂时现在他是想3月份卖。也就快了，因为他家是等着换车，3月份的时候就提车回来了，把那个车给出了。他那个车现在应该就是二十几万呀，26、27万吧，应该是，因为它是 baby blue 的那个颜色，很漂亮，那个颜色超级漂亮。腿上好多黑痣，那能是痣吗？这是特点呀，这是痣吗？啊，哥哥，你是老板娘？老板娘刚走了，没在这儿。老板娘刚走。你说晚了，如果说你说早一点，我还能给你们看一下老板娘。这个文文，你想要吗？那个理想ONE，如果说你想要，你给我发个私信，我一会儿下播之后把那个理想ONE的那个车啊，把理想ONE的车的详情链接发给你，好不好？因为那个车现在是还没有到店，他只是说我朋友寄售，如果说有人买的话，价出的合适，他当时就卖了。如果说你想要，你可以直接给你介绍，你和车主直接交易啊，可以直接交易的。感觉你家车好少，是因为我家车在整个这个城市，也不算多大的展厅，只能算中型吧啊，中型展厅。但是我们这个销售卖车卖的好快，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了都，卖车卖的超级快，我都服了吧。感觉这就是整个展厅，你知道吧？就没有摆满过，因为啥？因为刚进来快要摆满的时候，哎，卖出去了；刚进来又快摆满了，哎，又卖出去了。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的客户？我的大哥咋就不来呢？能换个裙子吗？我没有啥裙子，要么就连衣裙，但我不想换呀，宝子。你如果不喜欢今天我穿的这个衣服，你可以选择等明天来看嘛，对吧？每天都不一样啊，每天都不一样。那个奥迪首付多少？这个奥迪哈。来，这个奥迪咱家的首付是最低11万起，因为啥？因为它是2020年的车啊，2020年20款高功率的4.5夸克甄选动感型啊。这个车新车它的那个指导价是46万9千8的哈，新车指导价是46万9千8的，现在在咱家只要39万多，首付最低11万起哈，首付最低11万起。哼，信阳在哪儿？信阳在河南哈，在河南。重点来了，英语复习下呗。等会儿啊，下次换车能去你的大陆里面换吗？换车去我大陆里面换，啥意思？我车换车？没听懂啥意思啊，宝子。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欢迎北飞。如果说你们新进来的宝哈，
先把关注点一点，先把关注点一点哈。今天我心情好，今天我看看现在是20000多赞，咱们点到30000赞好吧，点到30000赞给你们跳个你们不想看也得看到舞蹈好不好啊。我家的舞蹈是我想跳我就要跳啊，你得给我看着。欢迎莫微胖儿妹子，对的，但是没关系，夏天我就瘦下来了，不要急。现在你看我这样子，等到过个，再过个，现在2月、3月到4月、5月、6月，再有3个月啊，再有3个月我就瘦下来了。马上啊，感谢雨送的哑铃。理想的里程数知道吗？理想里程数现在是跑了，20000多公里吧，好像是20000多公里。而且那个车哈，说句实话，如果说你真想要，可以再给你优惠一点哈，因为是我朋友的，而且中间我们也不说是找你们要这呀，要这那这手续费那手续费的哈，不要哈，就是纯粹是朋友的情谊，让你们直接自己交易就好了哈。海王姐姐把我祸害了，不管了，来卖出来了。我可没祸害你哈，我也不是海王啊。来卖车来。你车呢？你开过来呀！你天天光骗我。刚刚有一个4个5的大哥，不知道是谁，在直播间吗？4个5的大哥，欢迎倒你两锤，邦邦！有4个5的大哥吗？刚刚4个5的大哥说过来找我卖车，不知道来没来，不知道在直播间不？月二微英语解读，欢迎君灵，欢迎肥肥。来 URV， 咱家的它不是冠道，它叫做 URV 啊，宝贝们，本田 URV 哈 ，URV 18年的车，60000公里了现在，但是它才20多万一点点啊，首付5万就可以开回家了，首付5万哈。你这种性格我好喜欢，祸害祸害我吧，我这种性格我也好喜欢，但我不想祸害你啊，还有好多人喜欢我呢。做那挑会儿美女，挑不了宝，我家直播间他不让挑，管得超级严，要不你把抖爸爸揍一顿啊，要么你就直接来现场看，不要在直播间里给我要求那么多，因为啥，因为抖爸爸说我要看见你挑，啪啪啪抓起了2巴掌给你关小黑屋去了啊，管得很严啊。什么毒宝贝，就非要那么夸张吗？我每次都要那么夸张吗？来，这台车跟着我的嘴型，跟着我的嘴型啊，这是本田的 URV 啊，宝贝们，又和宝子今天装束有点邻家小妹的感觉，是吗？欢迎相濡以沫啊，你们喜欢吗？今天？做作，哼，臭不要脸，没有啊，我就是，哎呀，觉得我，就今天一上课，感觉又回到了学生那个时代，你知道吧？就很想我的那个宿舍的那个上下铺的，哎呀，那个姐妹。王瘦瘦下午好，下午好，宝贝们，下午好啊！这里是王瘦瘦的直播间，欢迎来到王瘦瘦的直播间啊，欢迎欢迎。感谢岁月送的大啤酒，比心宝贝啊，比心，感谢岁月。冠道吗？还是 URV 啊，宝贝们，这是本田的 URV， 它不是冠道啊。今天感觉精神不太正常，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只是我这个现在状态比较兴奋啊，比较高兴。因为啥？因为我觉得直播有效果，有大哥来找我啊，就很开心。真的，不管你们是来找我喝茶还是干什么，看车、评估车、喝茶都行哈，让我知道我的直播是有意义的，我有整个城市有认识我的人，有知道我是卖车的，就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来找我，如果没有需要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的那种，很真心诚意的啊，真心诚意的。
就是因为刚刚有个大哥说过来找我卖车，但是他成不成交无所谓啊，成不成交无所谓，就是觉得心里是个安慰啊，你们给我的安慰。卖车可惜了，啥配置都不讲，做探店吧。我怎么没讲呀，宝贝？如果说你想听啊，我可以给你讲清楚啊，是因为有的他觉得听那个配置说多了他就很懵，我直接把最重要的信息说出来就好。如果说你想听配置，我可以给你念一下哈，它是17款240 Turbo 两驱豪华版国五的哈，但是它是2018年上的牌，相当于这是个2018年的车，只不过它是17款，现在是20万多一点哈，首付最低5万起就可以把它带回家，跑了6万公里哈，6万公里的本田 URV。信仰多少度只穿2层袜子不冷吗？不冷哈，甚至于我觉得就是下午的时候穿2层袜子可能还会热啊，因为真的温度很高了，已经现在有可能是19度20度啊，19度20度的温度了。对， URV 哈， URV 这个 URV 现在是20万多一点啊，20万多一点，首付只需5万就可以把它带回家，而且车内真的超级宽敞。我就说你坐在后排，你腿如果说你没有个1.8米的大个儿啊，你坐在后排你的腿都不一定能伸得到前排来，知道吧，是有多么，我给你们比划一下就知道了啊，给你们比划一下，光给你们讲你们根本理解不到，来你们看看，给我定着，定住了没有啊？定住了吧，看来我现在坐后排哈，就我这个身高啊，就我现在这个身高，我站在这儿穿高跟鞋，我和这个车大概就这个比例啊。我现在坐后排，给你们试个脚，你们看看，这车是真的太宽敞了。你瞅瞅，我的腿大概就只能伸到这儿，可怜吗？腿短，主要是因为那个车后面太宽敞了，太宽敞了，你知道吧？后面太宽敞了，欢迎蹉跎了岁月。你们为什么要穿袜中袜？你为什么要吃钙中钙？这话问的，是你们逼的呀。20年国六的冠道1.5豪华还能卖多少是吧？我问一下，老板，问老板，20年的国六冠道1.5的豪华还能卖多少？20年的冠道，国六的1.5豪华还能卖多少？20年的二十万，就23万不到啊，23万不到，刚冠道那个啊，23万不到，又把我拉捏了一把，落地多少？哪个落地多少，宝子？这口音。这就是我们家乡话哈，我要是说那个就普通话，我怕你们都听懂了，我生怕你们听，生怕你们听懂了，就一定要讲家乡话啊。欢迎黑板擦，玩吗？还这么值钱？那必须呀、啊！你也不想想，你那本来就是值钱的车型啊，日系车都保值，宝啊，日系车都保值。感谢刘优秀送的，这是什么宝贝送的什么呀？我没看清，他刷掉了，挡住了，没看清啊，刘优秀，对不起，我忘记送了什么了，没看清。欢迎绝绝，欢迎心动交易，啥时候有油量？这就油量，但是因为外面没阳光了啊，没阳光了。如果说想看，就只能自己打光，比如说我给你们打个光来，这能看得见吗？这能看得见吗？主要没有太阳光哈，没有太阳光，我其实这样穿是非常亮的。就尤其你们每次看我的视频，就说那些油量油量啊，你知道吧？就这种啊，这种，确实是标准的信仰话。冲啊，冲啊，冲啊，宝贝们啊，加油冲！我们点赞哈、啊，点赞到3万，主播给你们跳舞来一段啊，不看也得看的啊。快快快，点赞到3万哈，点赞到3万，不会滑吗？你说滑掉吗？会的呀，但是我这个有打底裤的呀，这个有打底裤的呀，它就不会滑下去了。欢迎小丑八怪，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欢迎皇族风情啊，
点赞到30000哈，点赞到30000。昨天学的这个啊，可以来一段哈。我跳的舞我自己看了我都想笑。穿鞋滑吗？那必须滑呀，这地板老滑了啊。我刚刚讲到哪儿啊？我该讲外面了啊！咱家外面，来来来，看看来。对，那个是本田的 URV 哈，本田的 URV。这个跳绳就有点过分了吧？有那么丁点过分吧？跳绳。我一个穿高跟鞋的，穿个短裙子，你让我去给你跳跳绳？我就给你大概指一下好吧，大概指一下外面那个黑色的哈，黑色的是咱家的这个丰田的汉兰达哈。丰田汉兰达呢是2016年的车，现在21万，它是四驱豪华七座，车内非常新哈，它是米色内饰，车内非常新，欢迎李创。然后，到白色这一台哈，白色咱家的就是这个奥德赛了啊，21款10000多公里奥德赛哈，原版车况，而且它是。黑底儿白底哈，黑底儿白底，就跟那个路虎的那个拼接色一样，非常好看哈。现在是26万多哈，26万多，锁骨真好看，太难了，我得一直这样才有，等我瘦到一定的地步了，它自己就出来了。再瘦瘦，你要不再给我放，再给我放2个月，你再过来看，行不行？我就在你隔壁，我信你的，又骗我，你少骗我吧你。看这个奥德赛啊，二十六万多哈，然后这是我的车 pass 掉，然后这个啊，来这边的啊，这边的沃尔沃呢是19的哈，19年的沃尔沃，现在是23万多好像是，沃尔沃23万多吧。欢迎我住隔壁，我姓王。你看，这又来一个隔壁的，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咱家的那个斯伯瑞和桑塔纳了，斯伯瑞和桑塔纳。还有就是三台性能车和那个理想 ONE， 那些车都是性能车和理想 ONE 都现在不带电，但是都是在卖的哈，都是在卖的。看看这个 S90， 看沃尔沃是吧？行，来，我带你看一下沃尔沃。锁了，我找钥匙啊，稍等一下。沃尔沃的钥匙。沃尔沃钥匙，这个两点的。走。我从这儿。沃尔沃的钥匙，你看它从侧面开的。这是沃尔沃啊，沃尔沃 S90 座椅的一个状态，非常新。别看这个车好像是跑了有10万公里，我记得有，哦，11万公里，但这个车真的非常新哈，看座椅就可以看出来。然后看它的这个方向盘，哇。看见了吗？我给你们这样仔细摸一下，它没有那个单独的按键，是连一起的啊，连一起的，包括这边，还有它的中控，最高级的。而且它这个后排看见了吗？19年的车后排都是独立控制的，液晶独立控制，全景大天窗，棕色的内饰，然后还给你们包了一个大包围哈，棕色的大包围，脚垫啊什么都有啊。这车现在是23万，好像是23万，是雅，我忘了哪个版本了，一会儿我帮你问一下好吗？我帮你问一下，我家还有一个18的贵一点，因为18的是个顶配的，这个好像是中配，这个好像是中配的，黑色的，19年11万公里，是的呢，因为车主是个做生意的哈。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是做生意的，天天真的特别能跑啊，特别能跑。
我在家里边儿。什么这么漂亮的主播，为什么才60个人？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家就是没有人跟你讲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做，都靠自己摸索出来的，摸索这个犯规的次数太多了，就推流量很困难。今天是不是主播都没露脸？没有啊。宋清喜，宋清喜，你说宋惊喜是吗？如果说你们就是在我家提车哈，想再一次给你惊喜一遍啊，可以，没问题。因为啥，本来所有的车进咱家的店哈，就像这样的，我随便给你打开，你看哪个地方连一点灰都没有，就算你把车都升起来，你知道吧，基本上也是一点灰都没有啊。不管是这个什么你们看见的这个轮胎轮毂，包括里面啊，都是非常干净的。就算把这个机盖打开，里面机盖的盖中盖啊，里面也是非常干净的，全部都是惊喜过的。如果说你还是觉得不够干净，还想要再送一遍惊喜的话，没问题，可以的。去年的 GLC 300次顶配多少钱？你是买啊，是卖啊，宝？卖是吧？去年就是21年的呗，21年的 GLC 300次顶配多少钱？还能卖多少钱是吧？我问问。小编，那个21年的 GLC 300次顶配还能卖多少钱？对，前天下午是不是违规被停了？看着看着没了，不是说违规被停了，而是说是他提示了，然后我就说，如果说我要再不关，他可能会强制把我关了，我就干脆自己关掉了。反正已经快要下播了。沃尔沃90落地26万多，3年11万公里卖23，啊？哦。GLC 那个啊，38到39哈，38到39，咱家这沃尔沃是不是23万多？22万多，哦。他们问我沃尔沃90落地26万多，3年11万公里还卖23，我记得我刚报好像是23，22万多哈，22万多。偷偷告诉你们，如果说是22万多，我还能再给你优惠点哈，还能再优惠点。趁着老板这一会儿没有看我，就跟你们低声悄悄说一下，我还能再优惠哈，说不定21万多个，21万大寿命就能拿走哈。这个22万多是哪款的？哪款的？咱那个沃尔沃是哪个配置你知道吧？智雅吗？智远。哦，智远的。是致远的哈，我家这个沃尔沃 S90 致远的，30万4千9的那个配置哈，30万4千9的那个配置。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我要加主播，买车吗？买车给你加，不买车算了，不买车加我的人排个队。主要是你们得说我本地的啊，说本地的交个朋友没有问题，反正那个早晚都会认识。关键你要是外地的，我和你认识的机会太渺茫了，你知道吧？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欢迎修下水道的马里奥，欢迎莫，我住隔壁，我姓王。欢迎新进直播间啊！欢迎嗯哼，这里是王瘦瘦的直播间，宝贝们不要进错，不要走错啊，进来也不要错过。先把主播的关注点上哈，是本地的加一下，你确定吗？I need you，你这不是写的承德的吗？哦，不是，这是宇哥呀。哦，信阳的没问题，信阳的没问题哈，可以加哈，可以加。是信阳的，一定要就是提前说你是信阳的，说清楚哈，说清楚，是信阳的加没有问题哈。欢迎某某某某行，王宝子的直播间直间播。你们回头叫，我就一定会把我叫瘦的，你知道吧？因为啥？因为人如其名，越喊我王瘦瘦，就只会越来越瘦，千万不要喊我王胖胖，
那只会照你们喊的那样发展啊，要喊王瘦瘦，王瘦瘦怎么加呀？你给我发个私信啊，发个私信就说你是信阳的，你要买车啊，然后看什么样的车你就可以直接加我了啊。王嘟嘟，这样刚刚好，微胖是极品。你们都这样讲，但是我不喜欢，因为啥？因为夏天就会显得我很胖，因为太多太瘦的小妖精就把你们给勾走了。我不要比不过那些小妖精，我要做个大妖精啊。快快快，动动小手啊，宝贝们，动小手点赞到3万，我可以给你们跳个舞啊，跳个舞。有看车的还是卖车的？这个你不是胖，只是瘦的不明显。什么？你会跳舞？我当然会啊，我才学的，你在看不起我，摄影师啊？你在看不起我？我会跳舞，当然会。我前两天我还学那个什么呢？我真的会。欢迎左手心，你有男朋友吗？我有男朋友吗？这个问题，我现在啊，不能说不止男朋友，我应该说是我都已经离婚带五个娃了，我有啥男朋友？我配吗？主播结婚了吗？不固定，不是结婚不结婚的问题，我都说了我是离婚带了五个娃，我太难了，我现在出来天天工作就为了给奶粉给娃挣奶粉钱啊，还家里还有一个等着我奶的一个娃呢。别靠我身上，我就靠你身上。没事带十个也不影响。格局大呀兄弟啊，格局大呀，带十个也没问题。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儿，收车不收的哈，收的，咱家现在是大量补仓哈，大量收车，高价收车，因为啥？就比如说你看现在咱家直播间那个展厅内哈，还有几个空位都没有放车，因为啥？因为咱家没有那么多车放，同事卖的太快，老板收的太慢，你知道吧？如果说你们家里有闲置的车型哈，一定要赶紧开过来卖给我们，我家真是太缺车了，你知道吧？就赶紧开来给我好不好，赶紧开来给我。赞怎么不往上走啊？你们点点赞哈，宝贝们点点赞哈。老家是信阳的吗？主播是的呢，我现在就是信阳的呀。宝贝们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呀，把赞点一点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如果说你们不想看我跳舞的话也可以干点别的呀，比如说唱歌，唱歌我也拿手，但是你们都不爱我的才艺的话，我就没办法给你们展示才艺，我就只能靠别的了。我本来我是有内容的，但是你们非要不了解我的内容，你们就只喜欢漂亮的皮囊，不喜欢有趣的灵魂。啊，我同行，同行在哪儿？在哪儿？哦，我刚说哪儿了？你别损，现在在镜头里是有点小胖，是吧？但我感觉我整的在……你在这儿一起往边一站。我不。人家是为了拍视频，人家说明是为了做宣传，手签了呢。我又不手签，我又不，我才不去呢。我不动。我不去。学两句信仰法，还学啥嘛？你想我学啥呀？刚我通知我讲说，雨果在我旁边儿点让我过去呢。我说我不去。人家手签干活，我又不手签，我去那儿干哈？捣乱呢？50000赞，继续换袜子。我这个袜子不好看是咋了？多配今天的这个衣服呀！啊，这颜色也配，对吧？要不还换回刚刚那个黑的？我觉得其实黑的挺好看，但你们非要让我换个这个颜色出来。边唱歌要签，你唱歌要命的那种不？哎。你们真的是太不相信我，真的唱歌好听，够圈的。我要圈，我是儿，我真是。想当年，我跟你讲，我也是那，
拉出的时候，我只要我一唱歌，人家都不敢接在我后面唱歌那种人，知道吧？因为我唱太好听了，人家怕一唱对比太鲜明，知道吧？哎，玉果美好看比玉果好看太多了，他跟没法，哎呀，搞得我太不好意思了。没有没有啊，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玉果个子高啊，意思我个子不高是不？嗯，麦雪我矮是这意思不？欢迎枫林半路，你这一说一会儿我都来去看看，我咋来事？我该差哪儿了？我变胖点没？今儿有线吗？今儿没线儿，有点儿，由线到点啊！咱这还开始教数学了，由线到点，由点到线。想看点吗？今天？雨果是谁？雨果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网红哈、啊，是一个网红，就是我们这儿一个什么探店网红，就别人什么新店开业都喜欢找他打广告的那种，所以说我们这儿城市很多人都认识啊。所以说就是你说谁谁是网红，他们都知道啊，都知道的。一个雨果，一个杨九九，特不喜欢他俩。如果我要没记错哈，那个杨九九是我同学，但是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都没有注意过他，因为他真太不起眼了。想当年我是我们学校的校花。说了我都不好意思了，点不下去了。可以看车内饰吗？可以，没问题啊，宝子，来看看那 CT4 是吧？以前都爱靠这个 CT4 上面，这个 CT4 哈，它是20年20款哈，纯黑内饰，但是它的真皮打孔的座椅里面有个橘色调哈，可以给你们仔细看一下，橘色调的真皮打孔的座椅里面，橘色调的哈，其他的全部都是纯黑的啊，纯黑的。然后看它的内饰，基本上就跟新车一模一样，不管是打开这个机盖啊，还是说它的中控座椅、天花板啊，不是天花板，这个底儿啊，全部都是跟新车一模一样。包括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就平常我脚踩的这个地方，它连膜都没有撕掉，车是非常新啊，非常新的。现在是19万多哈 ，CT 四，操控性贼好这个车，而且它还是小。就年轻的小哥哥巨喜欢，因为它是那个黑轮毂、啊、而且是里面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什么颜色乱七八糟的，弄得整的别人不喜欢哈。这个真的超级年轻，显年轻啊！现在小哥哥也都喜欢凯迪拉克，因为啥？因为它有自带导航功能哈，自己把你给带到洗浴中心去了，这个功能巨强大，别的车都没有，就它有啊，就它有。女神宝宝，你私人抖音是哪个？我的私人抖音哈，你现在看的这个直播间，点进去之后发的每一条作品下面哈，每一条的作品下面都会有我的这个小号的那个啊，把小号给艾特出来了，小号艾特出来，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感谢猴王送的小心心比心，开车时突然把车钥匙拔出来会怎么样呢？你拔不出来的宝，突然拔出来你是拔不出来，除非你熄火拔出来，你要硬拔的话，你把那钥匙拔断了你也拔不出来，卡着呢啊，卡住的。可见你那个车是有多那个呀，还要插进去，现在都流行没有钥匙的了宝啊，你开的哪个车呀？什么？它确实不好看。谁呀？我吗？适合新手吗？宝，只要你有超能力，哪个车都适合你，迈凯伦都适合你，超跑都适合你，看自己的经济实力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新手，你要是不想拿那么好的车练手的话，你可以选择个几万块钱的啊，就比如说整个5-6万块钱的。但是我家车5-6万块钱的车也是很新的，我家主做的是3年内的精品车，3年内啊，公里数小，车况好，年限近的精品车。你要找那个什么零几年的，什么12、13的，我家都不好找，太老了，那种车太老了。给榜六点点关注。哥哥，榜六是谁呀？黑猫会飞吗？我就是榜六。几万换良心，看看又忘了吧。我就说让你们提醒我，一定要喊我，一定要给我的小号发私信、啊、提醒我晚就是回家的时候一定把凉鞋给带来。你们不提醒我，我就忘，我就想不起来。
你们要给我的小号发私信，我才能想得起来哈。我现在是榜一，好，给我的榜，现在有56个人啊，大家动动小手把56个人的关注都点了，互相点一下，大家每个人都能加到粉丝，好不好？是户外主播的套路，我已经学会了，每个人都点一下啊，不点的怎么样？太假了，我上了一次当之后我就知道，呸，傻子，怎么能信他呢？不晓得哪个是你号呀？就思甜的那个号，就是你现在在的这个直播间嘛，每发的一条新作品下面都会把我的小号给艾特出来，叫做思甜的那个就是我的小号哈，思甜，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下面有人问说这个主播是谁呀，然后或者就是问这个袜子在哪儿买呀，这个有时候我回复就会把这个我的小号给圈出来哈，你可以看一下。我关注不了你的抖音，为什么？你给安老板叫来我看看，老板现在在忙呢，老板现在在忙呢，老板在那个在跟客户说车讲车呢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欢迎欢迎欢迎新进我的宝贝们啊，宝贝们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哈，动动小手把赞点起来，我们点赞到现在是啥，点赞到30000了是吧？30000我说跳舞你们又不想看，不想看跳舞那整点啥节目呢？再整点节目呀，给我的宝们。不想看我跳舞，你们既然不喜欢看我跳舞啊、嗯，那应该干点啥呢？我又不能老去换袜子呀。直接说你抖音号找不到，我抖音号就是那个啥，我抖音号就是思甜，思甜一个括号王助理那个，就是我。看跳舞，是吧？看跳，我觉得跳舞挺好的呀，挺能那个啥，嗯，又有你们喜欢的。我又会的这几个，虽然说舞现在都是抖音上很短的舞，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呀。点赞到30000跳舞好不好？好不好？欢迎双击666，你跳的不是舞是寂寞。我跳的寂寞，你们难道不想看吗？你们难道不想看我寂寞了吗？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感谢王尼玛的点赞啊！愣着干嘛？快点呀！点赞到30000呀，宝，你们先点赞呀！点赞到30000，我们开始跳舞呀！是你们没理解，还是我没，还是我没说通啊？嗯，黑猫会飞，感谢美食分享的点赞，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啊！这里是王瘦瘦的直播间，王瘦瘦是一个卖车的主播哈，卖车的主播。你们想看雨果吗？我偷偷到旁边看看有没有人，带你们去看看好不好？想有没有想看雨果的？想看雨果的，给我扣个一，我看看有几个想看他的。我带你们去偷偷瞟一眼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旁边那个卖电车的那个店，我不知道是不是哈。走都点酸了。快，我给你揉揉，快快快快快，继续点哈，宝贝们，继续点。你想想，那单身十几年、20几年的手速是百炼的嘛，对不对？嗯，那不得一秒钟点3下啊？啊，一秒钟不得点3下啊？才22岁，谁呀？我呀？我跟别人讲的，我现在都60多岁了，我马上就要过大寿了。我懒得回我多大了，我从来都说我60多岁了，离婚带了5个娃，60多岁了，最小的一个还在等着我回去奶呢啊！我没说我22岁5个娃，我说的是我60多岁5个娃，60多岁5个娃啊！看不到鞋，来，我往后站着。看，我就说我其实这样看这个我大腿真胖呀，是真胖呀，没关系，马上我就瘦下来了，再等等啊，等到夏天我大腿就瘦下来了。我对我自己迷之自信呐、啊。等我换车我就给我车卖给你。感谢一忍的小心心，那你啥时候换车呀？
欢迎阿尔卑斯没有雪。你要实在是现在不想换车，你朋友有换车的，你开过来找我也行啊，开过来找我，然后咱们那个啥，就按照行业的这个规则嘛，中间也是会给你留茶水费的哈。或者说没有人把你介绍来的话，你就直接自己过来，就直接把这个利润给你降到最低了。如果说中间有中间人的话，会给你留茶水费的哈，会留的，茶水费丰厚哈。欢迎小吴先生，你是不是又套了两层袜子？是的呢，等我房子拆迁了。好的，换个袜子。我不想换了呀，我这就是为你们专门换的呀。壁纸发一下，壁纸。什么壁纸？就之前的那个海边的照片嘛，海边的照片我已经发过了呀，我已经发过了呀。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你们没有刷手机，我连着发了有十几二十多条，全部都照片。后来我发现太多照片了，我就不想公开，我就给隐藏了几条，就只漏了三条还是四条在外面。胖了没关系，夏天我就瘦了，你再等等，你再养养，再养养，等到夏天的时候再过来看啊，夏天的时候再过来看，夏天就好了。现在胖归现在胖，夏天就瘦了。动动小手把赞点点哈，动动小手把赞点点，咱们点赞到哦，已经到了三万是吧，来三万咱们跳舞哈。我再问你们，你们是同意我跳舞的不？同意跳舞是不是？对吧？如果你们同意跳舞就扣一啊，想看别的节目就扣二，二的话我还没想出来是啥。跳舞，行。跳舞就按照我昨天才学的这个舞哈。找找，我给你们把歌放出来。我去哪儿了？哟，我去哪儿了？第十套广播体操只带在照，咋了？跳得像广播体操？不好看吗？啊？我觉得好看的呀，我还融入了我的感情进去呢。平常我跳舞那真的是一个机器啊。你抖音号什么？我抖音号哈，我抖音号是思甜，然后一个括号王助理，那个是我的号。但是就是你现在在的这个直播间哈，现在在的这个直播间，点进去之后发的每一条作品下面都会把我小号给圈出来，都会把小号圈出来哈，你可以看一下，找一下。哥真心想得到你，哥，是吗？我还以为你是真心想教我跳舞呢。我每次跳舞底下的评论都是跳得很好，下次不要再跳了。其实我唱歌也特别好听，如果说有机会我可以给你们来一首啊，要不咱们点赞到四万给你唱个歌好吧。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是才艺双全的，甚至于你们男生以前喜欢的我也喜欢。我会打台球，我以前打台球老厉害了，有的男生打不赢我，但是我现在已经很手生了，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练过了。我想我还会啥哈，我还会啥呢，还会啥呢，忘了。我的技能现在就是不常用，我都想不起来了。打游戏倒是不太擅长，因为我不太爱玩游戏，打游戏不太擅长。但是我会看游戏，我不会打游戏，但是我会看啊，就是我喜欢看男生玩游戏，我能在旁边给你当一个那个什么辅助，就比如说你哪儿来人了，或者是你多少钱了，后面有人在偷袭你什么什么，整个地图我可以帮你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咱们继续动动小手点赞到四万哈，来唱歌好吧，唱歌。现在是展现不成我的那个什么打台球，就只能给你们唱唱歌跳跳舞行吗？动动小手哈，动动小手军师。欢迎麻辣毛肚，兄弟姐妹们一起动动手点赞到四万，不点了出去撸串去。
这才几点啊，去哪儿撸串，哪有开门的呀，快别勾引我了吧，那天晚上我吃烧烤一直没吃成，气死我了。我又减肥，我又不能乱吃，晚上我又不能吃烧烤。我说有没有中午开烧烤店的，开门的，我想去吃。真好，点赞到40000哈，咱们可以唱个歌好吧，唱个我就是今天听了那个老师那个萨克斯吹的那个版本，然后我就特别想唱的那个歌，行不行？点赞到40000哈，宝贝们，点赞到40000。火锅串串，火锅串串，你哪一家啊？你吃的哪一家啊？我感觉就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吃点的也就是一个什么龙记串串，还有一个白果树的那个老得排队，不过那个是真得排队，烦死了，每次排队排十几桌，都得提前打电话预定。其他的串串还好，没有特别想吃。火锅串串，这文化宫新开的那个吗？现炒的那个火锅串串，吃那个不？跳舞了吗？跳过了呀。王坤，家庭教育演说家，下面该点赞到40000，该唱歌了啊！唐继皇，欢迎，我没看清什么什么气球，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榜啊！欢迎大兄弟，你别急，唐继皇还行吧，没有特别想吃，我喜欢吃辣的，超辣、巨辣、爆辣啊！欢迎伟哥汽车人，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现在我们要点赞到40000啊，宝贝们，点赞到40000哈！而且，外地来的粉丝宝贝们哈，外地来的粉丝宝贝们，咱家给你们包吃包住哈。就比如说你们想吃这些，我跟我这个同城的人聊的任何的东西，你想吃哪个都可以哈，带你去没问题，想吃啥咱就吃啥，吃点特色的，吃点你们那儿平常吃不着的哈。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特别会吃啊，做饭很好吃，很好吃的。我私信你了，等你有空看一下。好的，几万换凉鞋，威瑞歌德，我没换来啊，宝子，你要给我的私信发消息说，明天要把你的凉鞋带来，不然的话我就想不起来，我凉鞋到现在我还没带来呢，咋办呢？我现在是最凉的鞋了，最凉的鞋了。还有就是我刚穿那个，平底的，也是个拖鞋。目前为止来说，这个是最凉的拖鞋了。拜拜宝子，拜拜拜拜拜拜。如果说有机会你们来到我的城市哈，我一定会请你们吃饭的哈，一定会的。因为啥？远来即是客，远来即是客哈。雨果在哪儿？我去看看。你来第二吗？你来第二可以啊，来吧，你直接来第二吧。但是我晚上减肥，我是不吃饭的啊！你想蹭我的饭，你可蹭不着了。我晚上减肥呢，啊！看一下内饰，谢谢。好的，四方街疯狂小黄鱼，看一下这个车的内饰是吧？这个是20万左右的车，它现在是19万哈，十九万多，它是凯迪拉克 CT4， 车内就基本上和新车一模一样。我就说，不管你是从车的哪个方面看哈，座椅。这个底儿内饰还是说那个什么机盖，包括机盖给你们打开，那都是真的一尘不染的，什么轮毂看见了吗，都非常新哈，非常非常新，准备的那是一尘不染啊。而且车的这个地方啊，哎，倒了，它倒了，我的车的这个地方连膜都没有撕，看见了吗？包括这个车顶上的这个灯的地方啊，我指的这个车灯的地方也是膜都没有撕，车是非常新的哈，非常非常新。坐一会儿。好的，我联系你们后台。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歇一会儿，我这样做会不会被提示呢？他好像不让我这样做。我把车门关一关，要不这样呢，这样应该没事吧，但这样好像你们啥也看不见了，就只能看见我个脸。
你这咋整啊？又想休息一会儿，又不能坐，一坐就不能看腿，一看腿他就提示，好难。正经人谁看车呀？正经人谁看人呐？坐后排不会，坐后排也会的，也会提示。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然后你们有什么家里面闲置的车型可以直接开来卖了啊，可以直接开来卖了，反正也用不着，我们这现在就是高价收车，等着收车呢哈，急得不得了，急死了都快，天天就想赶紧收车，我家车现在真的是快卖空了啊，快卖空了，急啊，我也不能，不行，这个姿势不行，这个姿势一会儿就提示我了，我太难了。这管得严呐，你要说我穿裤子，我感觉咋啥样姿势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抖爸爸现在管得严啊，管得推严了点儿。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新进直播间的宝，我们一起先把关注点上，动动小手把赞点起来哈，把赞点起来。现在说的是点赞到40000啊，点赞到40000就是唱歌哈，是唱歌。辉昂有没有？你个嘚嘚，你昨天不是问过了吗？辉昂没有啊，古董车还要不？2001年的普桑，快200000公里了。我琢磨着应该是不要的哈，01年的车，01年的车，说句实话，我估计就是1-2000块钱儿啊。1-2000块钱有可能都给多了，那都是个爷爷，整回来干啥呢？还说不定还不够板费呢。你是假正经，点到40000倒立吗？倒立我还真不会，每天一问一个嘚嘚。暂时没收着辉昂哈，暂时没收着。眼镜呢，哥？眼镜没戴，眼镜在那里面，现在里面有客户，我不好意思进去拿。我们单位领导的那车太老了，太老了。红高跟呢？我这鞋底算红高跟不？这鞋底算红高跟不？老板出去了，不算。给我发私信了吗？就说让我买红高跟的，我没买红的，我买了这个华，这个就是说华伦天奴的那个铆钉的，没买红高跟。你们想要的就一定要给我发私信讲哈，发私信讲。看看后备箱，行，走，带你们看一下后备箱，看哪个车的后备箱是 CT4 吗？其实空间是挺大的，但是它不是那个啥，不是电尾门哈，实话实说不是电尾门，但是它这个里面啊，给你们备的有它的这个安全三件套哈，我看这还有啥，就这个后面的空间，后面是可以打倒的哈，后排也是可以打倒的，看得清吧，后排可打倒，然后这还有放的这个。这后面的这个啥电瓶吧，应该是。这好找。哎呀，我还放不好了呢，我给它放好。哦，扣进去的，我说咋弄不住呢？扣的，是扣进去的。真想坐一会儿，现在几点啊？才4点多。这个车我真的觉得，如果是个帅气小哥哥开，真的回头率爆表。
这个颜色又炸眼，操控性又好，关键啥？关键是有帅哥开呀，对不对？你得是个帅哥哥开它才行，你不开它没有用。就这款迪拉克 CT4 哈，凯迪拉克 CT4， 这个 CT4 现在是2020年20款，跑了2万多公里，19万多哈，19万多就可以把它开回家。我这样做应该不会提示吧？这样做应该不会提示，也没有漏太多，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没事，没地方放手机了。找地方放手机，就这样坐一会儿吧，要不偷会儿懒儿。反正人也不多，这一会儿人也不多，我就这样偷会儿懒儿。只要他不扭过来，我感觉应该是不会提示我的。毕竟是车占大部分，人就占了一小部分，应该没事。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哈喽，你要是想看这个车，我可以把这个车的详细链接发给你看一下哈，详情链接发给你看一下。欢迎烂泥，欢迎和老鱼碎碎，欢迎绝绝，欢迎静水流深啊！感谢分享哈，感谢分享。我这会儿是，怎么讲呢？已经播了有一个半小时了。一个半小时了，就歇会儿啊，稍微歇一会儿，一会儿歇够了，咱们再站起来再继续讲哈。咱家外面其实现在也已经卖了没几台车了，也就一个大众桑塔纳，是20年的车，3万公里，但它是个手动挡的，5万多块钱，首付10000就可以开回去了，然后每个月月供估计就是还1000块钱的样子，还1000块钱的样子啊。还有啥？还有一个东风本田的斯伯瑞啊，斯伯瑞这个车非常保值，它当时下跌已经快三十了，现在还能卖12万多呢。它是2015年的车，顶配的2015的，然后跑了有个几万公里，有个8万公里吧，现在是12万多。哎呀，我这是提示了吗？我看一眼。没有啊。还是两层箱。哎呀，没办法呀，这个，哎，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就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是老是没有人，没有人。你讲的时候，好好讲车的时候就没有人。哎呀，就这样吧，我已经习惯了。感谢千百度啊，感谢千百度。因为啥？因为人家特别捧场，哗哗哗，比心比心，笑脸笑脸啊。人家特别给你捧场，以后都两层。两层，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呀。和你说的一样，都是看你人的，看人的，那你也得留在这儿呀，对吧？不留在这儿咋看呢？对不对？哎呀。换挑鞋，不能挑鞋，因为啥？因为管严啊，抖爸不让挑。抖爸说，我一挑鞋就把我关了，就管这么严啊。反正现在你们也看不着，我腿就算伸在前面，只要我的摄像头不扭过去，你们就看不着。太厉害了，这个摄像头就只追脸，它就不追身体。把摄像师刚刚说他要过来看，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好家伙，直接挡住看不到。对呀，我现在我就说，我就算坐在这儿，我腿伸在前面，你们也看不着。我那会儿给你们展示那个什么 URV 的时候，不是也是坐在后排，然后脚伸前排去给你们看那个后排空间有多大吗？那你们，反正我是觉得那个车后排真大。
我要是同样是坐在这个车的后排，给你们看一下，坐这个车的后排去伸前排，我天哪，我感觉我都要伸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个扶手那儿去了。哎，我手机，哎呦，我掉哪儿了？手机掉了。还是不能乱挪动啊，一挪动它就动了。什么？怎么坐车里了？我就找个能坐的方式坐一下，因为这个车的后排不是小一点吗？小一点应该就可以坐，应该就没啥大问题。只要是看着能夹住，夹住看不到，没地方放，没地方放手机。说信仰话，我说信仰话有的听不懂，因为他们不一定全是信仰的。我直播间信仰的不多哈，直播间信仰的不多吧？有没有信仰的？有信仰的打个一，好吧，扣个一出来，我看有几个信仰的。拍了个寂寞，两层勒不勒腰，勒不勒脚，还好不勒腰哈，不勒腰。我喜欢听你说西洋话，啥也没看见，那没办法，我要是能让你们看见，抖爸爸就把我封了，抖爸爸就对我管得那么严，别人家主播都没事儿。看都就没有信仰的，我说西洋话他们听不懂的，他们听不懂呀。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新进直播间的宝，先把主播的关注点一点哈，然后我们一起动动小手把赞点一点，我说是点到五几万赞，四万赞就可以唱歌哈。欢迎小单纯，但是如果你们要不喜欢我唱歌，也换个别的什么才艺也行哈，就刚刚那个如果还想看我跳舞也行，换个舞。啥也没看见啊，那让你们真的是抖爸对我管的超级严，实话实说，我要是就是做的露出来的多了，他就不行，五秒都不行。感谢分享哈，欢迎绝绝，绝绝，你一天要跑多少遍呀？你要韩国女团舞会不会？韩国女团舞太难了，我只会抖音的简单的舞，韩国女团舞我可能要学一段时间。如果说你们看见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舞蹈，也可以分享给我哈，分享给我小号，就思甜的那个号，然后我可以尽量的给你们学一下啊，尽量的给你们学一下。王助理什么都看不到了，如果让你们看到，抖爸爸也看到了，抖爸爸说这个要不行，他不让看啊，不让看，不是我不让你看，是抖爸爸不让你们看哈。我正常的，我就说我就穿这些，我白天我穿的也是这些，如果说你们要真的到店的话就能看见，关键是抖爸爸不让看哈。位置有点偏，而且我这是自动摄像头的，我到哪他到哪的那种，他不是说我自己调的固定在那儿的。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现在是31000是吧，31000点赞到40000哈，咱们唱歌好不好？好不好？有点啥福利不？点赞到40000唱歌呀，宝子。或者你们，我想想啊，就比如说你们昨天想看线，但今天没有线，今天是点儿。点儿的话，你们估计也不爱看。因为啥？因为点儿上下长得都一毛一样，就这样都长得一毛一样。欢迎李达康，我天哪，书记都来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啊，宝宝们动动小手，灯牌上一上啊。擦玻璃舞，擦玻璃太简单了，还要擦吗？欢迎乐福小哥哥，不用站着了，我这是找了个捷径，不知道这个捷径会不会被提示，反正我现在是坐着，因为漏的不多嘛，然后应该就还好。欢迎问心无愧，如果说你要是漏的多了就不行，就会被提示。点赞上40000哈，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选择啊。主播你抖音叫什么？欢迎顾格里拉，欢迎挑食的张赫。我的抖音哈，
我的抖音就是你现在在的这个直播间发的每一条作品，欢迎幸福梁小只。新发的每一条作品下面都会把我小号给圈出来，叫做四天王助理，那个就是哈，四天王助理那个就是。如果说你们还是没有找到的话哈，就把这个我这个直播间的作品发的每一条你就往下刷一下啊，欢迎喜乐平安外。如果说还没找到就直接问，就是整个评论问一下，就问什么袜子在哪儿买的，王助理的个人号是多少，我就一会儿下播之后就把我的那个号给你们艾特出来，然后你们该提醒我的就提醒我，什么带透明凉鞋的，买红高跟鞋的，还有啥来着，学女团舞的，就一定要给我的小号发出来跟我讲清楚，不然的话我就容易忘，我记性太差劲了，知道吧，要跟我讲。王助理还是不错的，不错，你不上个灯牌，把粉丝灯牌上一上哈，宝贝们，把粉丝灯牌上一上哈，灯牌一上前途无量，宝贝们啊，灯牌上一上，欢迎米罗。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是每天在给你们开播，每天都在开播，如果说你每天都能看到我的话，就把我的粉丝灯牌上一上哈，也不枉我天天这么费口舌的一直在给你们讲，一直不停的讲哈。感谢不要烦送的粉丝灯牌，把粉丝灯牌上一上哈，只要一毛钱，你想想多可怜呢，跟你们唠了大半天了，就一毛钱的粉丝灯牌都不舍得给我上一下，我又没说找你们要那个什么叫什么嘉年华呀，这些大的东西又不是多难的事儿。感谢面朝大海送的粉丝灯牌，一毛钱的事情呀，宝贝们动动小手啊，感谢纽约的粉丝灯牌，感谢前途无量的点赞，前途似锦啊，前途似锦的点赞，感谢纽约的小星星 New York，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感谢 New York 的小星星，比心比心，宝贝们啊，比心，看得清吗？我家是啥？我家是平时下午的3点开播哈，平时的下午3点开播，欢迎火夫，然后一般是下午的6点下播，欢迎北极星的星光双思，对的对的，我就录这一点你也能看出来。你不会觉得这是个灰色的吗？就露这一点你也能看出来，也是怪厉害的。刚刚我站那儿，你们要能看出来就算了，就露这一点也能看出来，挺厉害的。一看就是老司机，看了特别多了，所以说一眼就能瞅出来。我刚讲到哪儿？讲到我家一般是下午3点开播，晚上的6点下播，还有就是。这几天基本上天天都在哈，天天都在，可能星六星天，这个星六星天可能要给你们请个假，可能不开播，因为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出去玩儿。我要是啊，我是中医，真的吗，萌妹？如果说你要中医，我觉得我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一来的就看到直播，感谢感谢。有个人号吗？有的，叫四天王助理，那个就是哈。欢迎遵命小仙女，如果说你们想干什么来着，我想干啥来着，就是你们如果想天天看到我，就把我的这个粉丝灯牌上一下哈，把粉丝灯牌上一下，关注点一点哈，宝贝们。怎么这个轮胎发油光啊，你买回家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发油光的啦。感谢前途似锦的点赞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咱们说的是点赞到4万，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选哈，欢迎皮皮爸，欢迎 L， 咱们动动小手把赞和关注点一点哈，把粉丝灯牌上一下，宝贝们，粉丝灯牌上一下，欢迎文强1米8，欢迎涛声依旧，你胃不好，你咋知道？对，刚刚对这个中医想起来，我要问啥？我要问，我想我要问的都有啥问题哈？对我的这个，每个月的那几天不正常。我说句实话哈，不怕你们嘲笑，我现在是一个月，不对，3个月总共来2次，然后来一次就要来15天，最短的也得12天，就是
我不知道为啥，我去查了的，人家医生说我身体没有任何毛病，也没有任何的不正常，就让我再观察几个月，观察半年，然后半年之后再去复诊。但我觉得我还是身体挺正常的，但一直就是，这已经有一年了，一来来半个月。看看前面去医院看看吧，我去医院查过的，就是去医院查过了，所以说我才觉得我不知道啥问题。生完孩子就好了，我觉得你在骗我，你这怕不是中医说的话吧？啊？我咋能一来来半个月，你让我去生个孩子就好了呢？孩子自闭呢？生孩子吧，一年不来，不是那样的。我只想让他一个月来一次，一次来个四五天就行，不用太长，也不用太短，一般都是一个星期。对，我知道我以前也是一个星期，但是现在已经不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至今为止我就见过两个和我这现在这个问题一样的，就是一来来半个月的那种，好讨厌呀。关键是身体没有任何毛病，没有任何毛病。我去查了的，我光检查我查了有两三千块钱了，就没有任何毛病，查不出来啥原因。生孩子可以一年不来，生孩子起码十个月不来。我不是他不想，我不是想让他不来，我的意思是你得正常，你知道吧，正常人啥样我啥样，就看中医啊。刚刚不是有个人说他是中医吗，我就想问问咋回事嘛。西医检查检查不出来啥玩意儿，钱都花了，没有他说没问题。欢迎小吴同学。不止一年，他又不能给你号脉，但是能知道个大概呀。就比如说你西医检查不出来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为啥我能就身体这么经得住流血呀？是个正常人也不能这样流呀。我就说我现在老是困，因为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就是那个有点贫血，然后就老容易犯困。你这属于是量相当大，我这怎么跟你们讲了，讲妇科问题有点不太合适吧？不，也不能完全那样说，反正就是身体不正常，就各种不正常。那个中医还在不在？你告诉我那个中医还在不在？不在，我就不跟你们聊这个话题了，这我隐私呀。我只是想问我这个病是不是病，没有检查出来的算不算病？今天怎么坐着了？是因为我今天只露了这一点点腿。董爸爸只检测到这一点点，应该是没问题。如果说要检测的多就不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哈，欢迎小旭。然后，如果刚刚那个中医不在了就算了。欢迎晚安可爱多，欢迎晚安可爱多哈，欢迎马卡龙。怎么还监测腿？你不知道吗？甚至于你们要求的什么挑鞋、露脚这些，它都是要监测的啊，都是要监测的。坐车上监测最多的叫做聚焦啊，叫做聚焦，这个东西很敏感的。还有就是啥，脚也不能露，腿也不能定在那儿一直看。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做过主播，我开始我也不懂，我也只是刷刷刷，然后感觉哇，这美女身材好好好好好喜欢看，哎，也是和你们一样的心情。后来做了主播就知道。这么多东西是不能够做的，这么多话是不能够说的。欢迎范儿爷，欢迎一条大团团，感谢范儿爷送的小心心比心。欢迎 King， 感谢范儿爷送的小心心比心比心比心啊。欢迎简，感谢范儿爷送的真好看，感谢范儿爷送的哑铃，感谢范儿爷送的大啤酒鲜花小心心。还有这什么，哇，感谢范儿爷送的掐油鸭，念不过来了，送太多了。范儿爷感谢感谢感谢范儿爷送的盲盒啊，扣正能量就好了。感谢范儿爷送的你好作品挺高质量，感谢范儿爷送的好多东西啊，我的天哪。感谢范儿爷送的棒棒糖，感谢范儿爷送的小星星，好多好多不用送的哈。我家直播间其实是那个啥，是卖车的哈，是卖车的主播。看我这又提示了，请更换这个直播的着装，因为夏装过短，本场直播已被限流。
我直接关了啊，你被限流了。摄影师麻烦调整一下角度，调整不了了，我现在必须得下播了，我再不下播他提示就严重了啊，提示就变严重了，我就直接下播了，等会儿一会儿再看能不能开，要开再给你们讲好吧。